不比较我做一下。时间来到2021年啊，慢跑这一项运动呢依然主流，各大运动品牌依旧的推出了各种的休闲跑鞋，并且在各种的休闲跑鞋的酷炫穿搭呢也传遍了各种网络平台啊。对于休闲跑鞋穿搭究竟好不好看这个问题，应该不难回答，毕竟各种的上身图早已说明了一切。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选择合适的鞋型配搭裤子，无论是长裤还是短裤加长袜的穿搭，重点还是舒服的融入鞋子的配饰以及线条当中去。而做个小调查，穿跑鞋你会更喜欢穿长裤还是短裤呢？短裤，其实长裤也不错。今天给大家聊聊休闲跑鞋的裤型搭配。其实无论是搭配长裤还是短裤啊，在今时今日必须要喊上一句，跑鞋 YYDS 肯定不会错。首先，休闲跑鞋相对其他鞋款来说呢，具有更加优异的活动性以及透气性。对于我国大多数的地区的朋友来说啊，炎热的气候几乎是要持续到11月份的，而这个时候跑鞋的优点就显露出来了。再者，无论是休闲跑鞋是专业跑鞋，其身上面的运动基因肯定是撇不开了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多的运动性能。那对于通勤来说就更加友好了，我骑电动车的时候能更快吗？起码摔车的时候优雅一点。有句话说的没有错啊，运动性就像荷包里面钞票，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。为什么听上去那么耳熟？时尚跑鞋在秀场上面的出现呢，也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了。而把一双跑鞋穿得少一分运动，多一分高级呢，也成了很多的街头潮人的穿搭路线。而今天为大家安排上了四双斯凯奇的机甲鞋的四个不同配色：全黑的黑武士机能风，黑白配色的基础休闲，奶白配色的做旧复古 vibe 风，以及蓝白清爽配色的校园舒适风。对应四个不同的配色，给大家配置一条适用于跑鞋穿搭的裤型，分别有细节十足的西装裤，这一条去年有推荐过，一直有穿，以及8分的机能裤，舒适的微喇叭裤，以及拼接解构感十足的浅洗水牛仔裤，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季节大家日常最常穿着的裤型。觉得对你有用的话，点个收藏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。这四种平时大家穿的最多的是哪个呢？投个票，1、2、3、4，底裤。谁不穿的吗？开始先来记一个我个人的穿搭温馨建议啊，想要配得好一双休闲鞋的话呢，最简单其实是从袜子开始。如果你不太清楚如何去选择呼应你鞋子配色的袜子的话，选一双纯色的黑色或者纯色的白色的长袜一定不会错。想要稳妥一点的话，求求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配色了。对应全黑的鞋款，我们可以配搭一双长度适合的袜子，要配上一条8分的机能长裤，袜子可以相对应的拉长一点或者选长一点的，让视觉上面裤子与袜子连成一体，战斗味道就更浓了。但别搞那些特别中二的所谓的机能配件，别搞这些。对于黑白基础配色的话，可以选择一双白色长袜，小腿如果像我这样比较粗壮的朋友啊，可以往下拉一拉，形成一种堆叠感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配搭像我这样的西装长裤的话就没所谓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穿丝袜也可以了？可以，但不建议。无论是上班还是日常通勤都非常适用。同时，这个季节穿这种西装面料的长裤也是特别舒服的。奶白配色的话，略带一点做旧的感觉，可以配搭卡其长裤。那去年开始其实就很流行这一种微喇叭的裤型了。如果身高没有优势的朋友呢，可以选择把衣服束进裤子里面一点点，让上下的比例更加协调。同时，只要你做出这一个内八字，就非常有 vibe 的感觉。但不建议你这么做。同理啊，做旧感觉的休闲跑鞋呢，也可以搭配其他裤型的休闲帆布裤或者工装裤，也非常的好看哦。自行选择适合自己的裤型就 OK 了。清爽的蓝白配色可以选择浅洗水的牛仔裤，在颜色上面略加呼应。时下这个季节呢，也到了可以快乐的穿着牛仔裤的时候了，不至于闷着。选择略修身的裤型，配搭流线型的跑鞋，效果会更棒。也可以在牛仔裤的选择上面选择一些你喜欢的洗水或者破坏感觉的，又或者像我这样子拼接结构也非常不错。OK， 那么以上四个配色的鞋子配休闲裤以及长裤的这个配搭方式，你更喜欢哪一种呢？对应数字留下你的投票啊。而对应这四双的斯凯奇 Stamina 机能鞋，鞋型上面跟大家之前认知的斯凯奇鞋型呢略有一些差别了，延续了这个系列的户外属性，摆脱了常规的笨重老爹鞋的感觉，变得更加的轻巧以及更加的流线型。整体的鞋身材质呢，采用的是透气的网布加拼接皮革的常规操作。不得不说啊，这种材质呢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规格了，但对于休闲跑鞋来说呢，这种经典的搭配呢真的可以玩出无数种舒服并且实用的设计，那就看品牌能否在结构、颜色上面以及材质上面进行恰当的调味了。就斯凯奇的这一款机甲鞋来说呢，展现出不错的线条拼接结构感，黑白配色上面的银色细节也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在中底的位置呢，采用了立体足弓的设计，为脚底提供更加多的支撑力，确保久站或者长时间的行走过程当中脚也不会太累。同时下方的钻石防滑大底呢，也让大家雨天通勤的时候更加的安心。我目测觉得起码有增高4公分以上，属实是增高神器了。 OK， 那么综合以上的穿搭介绍以及鞋款信息，挑选日常出门的通勤跑鞋知道怎么做了吧？重量尽量选
选择轻的，运动性必须得到保证。在你没有明确的搭配方案之前，挑选颜色尽量简洁，可以清爽但不能花俏。同时鞋身结构线条非常重要，除非身材优势很明显，不然的话尽量不要挑那种很宽大很笨重的老款老爹鞋，不然只会让你显得更矮。流线鞋型休闲跑鞋尽量的露出鞋身前部分的位置，太宽的裤脚大面积掩盖鞋身的话就太奇怪了。如果能在确保脚感舒适之余能增高的话，那就更棒了。那这四个颜色的斯凯奇机甲鞋大家更喜欢哪一双呢？不妨留下相应的数字，可以到他们的官方渠道去了解一下哦。喜欢的话不妨冲一下吧。还有什么想看的鞋类分享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我们溜溜球下期再见，拜拜，加油还溜。